共，好亲千万种。要把这人间仇恨射向那茫茫天空。铃声心有灵，春梦莫唤醒。要把这一身柔情吸住你漂泊的心。神剑快如风，为我寻找有缘人。灵山里是梦，生生世世永远情深。神剑快如风，为我寻找有缘人。灵山里是梦，生生世世永远情深。翻越不行，从来不觉冷清。漫漫长路有你同行，龙潭不雪一样风浪不惊。小心！走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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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师傅，你有水。双仙子，我看见那块墓碑了。不，我不相信。我一直想找席小良问个明白，可是他已经死了。我不相信。玉双仙子，我知道你对查明自己的身世寄望很大，
如今一旦希望全失了，我了解你心中的痛苦，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我的确亲眼见到那块墓碑了。雨霜仙子，不如你亲自去看看吧。雨霜仙子，不管蜀山侠女席小良是不是你的亲人，我觉得你不妨前去看一看，这样总比较妥当。我该去的，不管他是不是我亲人，我该去看一看。师生，麻烦你陪我走一趟。好。师兄，雨霜仙子这一去总要相当的时候才能回来吧？等他走远了，我们就去找我们要找的东西。哦，就是这儿了。蜀山侠女席小良之墓，看着墓碑跟坟上的草木，席小良葬在这儿已经有相当的时日了。至少也有十几年了。十几年前，我还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子，怎么样也没想到，今天我居然无助地站在这儿，放弃找我爹娘的最后一次希望。雨霜仙子，你不要难过了。骨肉亲情，我压不住内心的难受。雨霜仙子，雨霜仙子，又到了我受苦的时候了。把门打开。是你，就是你。当我发病的时候，暗藏在小屋外叹息的人就是你。跟我一夫同行却又急急躲避我的人也是你。躲在卓大侠墓前匆匆摆脱我追踪的人还是你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说啊！你不说，但是我可以由你眼中看出你心里的哀怨。你为什么难过？你为什么要伤心？你是为了我？你是我娘，对不对？不不，你不是我娘。我不信。我不是。那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躲在席小良的墓中？我藏身在席小良的墓中，因为我就是席小良。什么？你就是席小良？我跟你的义父左礼是多年老友，眼见你发病时候的苦痛，我难免为你哀伤，才会叹息。但是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避着我？这有什么原因呢？我藏身墓中，当然有难言之隐。我不愿意见人，又有什么不对？可是，你看我的时候，眼神里都是充满慈祥的。师生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我不是你娘。我本来就不应该胡思乱想的。在你承认你自己是席小良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想到你是白雨霜的娘，
石生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卓峰卓大侠的妻子。我曾经是。你跟卓大侠有一个女儿。她早就跟父母失散。我想，她也难以活到现在。你错了。你跟卓大侠所生的女儿，她还活着，她就是白雨霜。你何以见得白雨霜就是我的女儿？因为她身上有一只短笛。她有短笛？只要你见到短笛，你就可以确定她就是您的女儿。这，我去带雨霜来，你当面见到她，那么就可以真相大白了。难道你不愿意见雨霜？我好，我见他。雨霜见到你，他一定会欣喜若狂的。你不要离开，明天午时我一定会带雨霜来见你。那我走了，我一定会尽快赶回来的。真的是我的女儿，可怜我连见自己女儿的勇气都没有。害得我们全家支离破碎，骨肉难见。我恨你，我恨你。小梁，大爷，即使阴阳两界分隔你我，也难隔去你留在我心中的身影。生不能同处，死倒可以同过。是你，小梁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古墓的秘密。不，今天石生来过。什么？今天早上，我忍不住，悄悄去峨眉峰里去祭拜卓峰。石生是在那儿发现我的踪影。我不该告诉你卓峰葬在峨眉的事。可是你们夫妻一场，只怪你太不留心，才会让石生跟到这儿来。不，我原本已摆脱了石生。我一直到黄昏才敢悄悄地回来。可是我没料到会在墓外遇到石生。他苦苦哀求我，我只有让他进来。那石生他人呢？他去带白雨霜来见我。什么？白雨霜要来见你？师生告诉我说，白雨霜身上有一只短笛。那又如何呢？如果真是卓峰当年做给我们女儿玩的那只短笛，那白雨霜就是我跟卓峰失落的亲生女儿。会是她吗？真的会是她？我想她是。小梁，你能重见失散多年的女儿，我为你感到庆幸。
可是我要知道，你要怎么跟白雨霜解释，你躲在这古墓中终年不见天日？我无法解释，我也不能解释。你可以不对我说明一切，但是你要跟雨霜明言一切。左礼，小亮，这些年来我了解你心中的恨，但你了却了心事，我势必要把那个人碎尸万段，以消我心头的怨气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小亮，我是为你而生，我能明白你心里所想，我会为你报仇，宁死不息。不，左礼，忘了这些，让那个人涌满我的心底，时生追问我究竟我跟他什么关系。那你是怎么回答他的？我只告诉他，我跟你是多年的老友，再也没有说别的了。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我事实？他那可怜的身世。不，你不能告诉他。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又何须让他知道这些尘封多年的往事呢？左礼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不要说了，等时辰带雨霜来吧。小梁，你想离开这儿吗？我高兴，却又害怕。我不知道我见到雨霜之后又会如何。亲生骨肉，终该见面的。今日你若必不见面，他日你将后悔终身。夜深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岁月没有改变你闭月羞花的容貌，也没有改变你的脾气，果然是你。我寻遍天涯，在我见到你墓碑之后，深信你已经弃我而去，没想到你却躲在墓中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小梁，我要带你回去。你休想！罗总，我今天势必要将你碎尸万段。神陀左领名满江湖，不过在我眼里，也只不过是个没用的驼子。你。
走。雨霜仙子，雨霜仙子，我见到你娘了。是吗？不，我是说我见到席小良了。石生，席小良早就过世了。不，他没有死，他只是假立墓碑掩人耳目而已，他藏尸在墓里面。而且我不但见到他，他还要我带你去见他一面哦。真的？我早就以为没希望了，真没想到。好了，雨霜仙子，等你见到他之后，一切都真相大白了。我们走吧。来，义父，义父，义父，四方魔教带走了的，义父。一定要救他。义父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跟雨霜仙子会去救他的，你别想太多了，我带你回去疗伤去。我死不了，我还要等着看你娶妻生子。义父。雨霜前辈，有什么吩咐？要救小良，杀了罗祖。是，我知道。小良，来生间。不，不，义父，你不能走啊！我还要你带我去见我爹娘呢。义父，义父，前辈。孩子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多保重，义父。前辈，义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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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，白羽霜还没有回来？没有，师父，我想他可能是带灵芝草人四下去逛逛了。哦，师父，依我看，这个白羽霜好像蛮喜欢这儿的。如果掌门师叔还不回峨眉，我想他可能会留在这儿不走了。哼，我不会这么轻易的让他得到掌门之位的。我要想办法对付他。师父，您现在可有好办法来对付他吗？我想我一定有办法让他听我的。师父，现在不能跟他硬拼啊，应该想法子逼他。就算抓不到灵芝草人，现在抓到罗仁孝一样可以逼他就范。对呀，找到罗仁孝，找到罗仁孝以后，白羽霜一定会听我的。你们去斗吧，最好斗个两败俱伤，我才可以娶了芳华，登上掌门之位。哼。师妹，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不说了，那天在凤凰山下的猎舍里面，我看到了一场不堪入目的事情。师妹，在我知道你秘密之后还肯娶你为妻，这就证明我真的喜欢你。你胡说，你才不会真心待我呢。卑鄙无耻下流，你下流。哼，你这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任孝是个老实人，他当着我面发过誓，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来。那一天你也在那猎舍附近，沈梦生，一定是你。
师妹，师妹，不要闹了。你要是一时大意，我的性命就不保了。你要跟我说实话，我就不杀你。你要不说，我就不饶你。哎，师妹，你快把剑拿下来。说。你到底要我说什么？哼！你别跟我装傻。我要你告诉我，那天在凤凰山猎户旁边发生的实情。我已经说了，是罗仁孝吗？哎，师妹，你这个剑小心点啊！你要今天不说出实话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师妹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已经说了，我会娶你为妻的嘛。是你。真的是你，告诉我，到底是不是你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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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，是我，是我。是你，真的是你，你为什么要那样对我？师妹，我不愿意正眼看着我定过亲的女人跟别的男人跑了。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你，你又不是真心的喜欢我。你娶我，你只是想当峨眉的掌门人。师妹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木已成舟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。就算我对不起你，往后我也好好补偿你的。你没有往后的机会了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就要你的命！哼，师妹，不要再打了。万一要是给旁边的人瞧见了，逼得我把事情说出来，那岂不更糟了？啊！哼。我冤枉了仁孝，仁孝，是我冤枉了你，仁孝，仁孝啊！仁孝，仁孝。糟了，芳华找我绝不是好事，我还是赶快逃吧。哎，仁孝，你是谁？快点！等我把他们两个饿死了，再慢慢找白玉霜算账。晴子姐姐，晴子姐姐，晴子姐姐，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你。我去做了件事。仙子姐姐，是谁惹你生气？我看你好像很难过的样子。仙子姐姐，你告诉我是谁惹你，我来帮你出气啊。方圆，谢谢你对仙子姐姐那么好，可是
仙子姐姐现在的遭遇，你是不明白的。你不要管我了，你去找雅瑶玩去。我还以为小东西是和仙子姐姐在一起的呢。怎么了？雅瑶不是跟你在一起玩吗？我们本来是在一起的啦，可是后来我就找不到她了，我到处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到小东西啊。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仙子姐姐，小东西会不会被坏人抓走了？好了，不要吵了，我们还没饿死就先被你吵死了。我要是不这样叫，我们坐在这里啊真的会饿死的。那个蒙面人到底是谁？他怎么那么狠心把我们困死在这儿？我死了无所谓啊，不过我不忍心拖累你。其实，要不是我冤枉了你，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。是我害了你。不，害我们的应该是你那个大师兄。哼，真是恨他。不过没关系，等我们想办法出去之后啊，我一定要找你那个师兄啊算这笔账。对。可是我们现在根本就出不去了。哎，芳华，你看，如果说我们从这边爬上去的话，说不定我们可以逃出去啊。爬上去啊？那要是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，卡在中间，那就更糟了。不要。哎呀，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试一试吧。好吧。芳华，来，来这边。这边有路，哎，来，手给我，来呀，哎，使劲儿，哎，哎，你在这儿等着。扶你，来，伸过来，来，来，一二三，跳！芳华，你没事？有没有摔伤啊？芳华，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出去，就算这里再漂亮，我们还是会被饿死在这里的。不会的啦，知人自有天相，天无绝人之路的。芳华，我看我们只有分头去找了。好啊。我看，你到那边去找。好啊。路上小心一点啊。好。那我到那边去了。
哎，味道不错哎。嗯，好，好吃。嗯。没想到荒山野岭还有这东西吃啊，总比饿死好。仁相。嗯。仁相。芳华。嗯，他一定也饿了，摘一个回去给他吃。这个好大，仁相，仁相，哎，芳华，仁相，你找到出路没有？没有，你呢？我也没有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在这边困在这里啊，一定会被饿死的了。哎呀，芳华，我们不会饿死的。为什么？你看这是什么？嗯，这什么？哎呀，我想啊，这大概是野菇之类的东西吧。不过味道不错，要不要试试看？嗯，不要。你试试看吧。不要。很好吃的。不要了。里面水分很多。要不要试试看？不，这样会解渴的。你吃嘛。这怎么能吃嘛？可以了，刚才我在那边都吃了一个，好吃哎。饿起来还管那么多，填饱肚子就好了吗？好吗？哦，啊，仁相，哦，仁相，芳华，仁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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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仁相，仁相，仁相，芳华，这东西有毒啊！仁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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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仁相。仁相，人如二圣阶，美是岭山峰，亭亭云峰里，我心已感感动。水星。